大家好，我是李家的 Yen。 今天 Yen 会介绍的日龙湾特色单位。日龙湾共有18座高座、15座低座和12座洋房，合共45座1091个单位。2015年入伙，发展商是顺和。会所配备有健身室、室内外泳池，而室外的泳池呢总长度是有80米。电影院、桌球室、保龄球场、羽毛球场、餐厅、SPA 同埋儿童天地，仲有日龙湾商场。今日介绍嘅呢个日龙湾单位系737尺，连埋天台239尺嘅特色单位嚟嘅。仲有埋紧全。客饭厅分明，它的厅总长度长大约有成6.3米，阔到约3米。厨房是长形的设计，右边位置是工人房。厨房望出是对面屋苑的公园景。左右两边都配备有大量的储物空间。工人房呢间系客房，业主揾咗师傅做咗入场家私。佢个房总长度长大约2.6米，阔度系2.4米。客厕呢个单位原迹系三房套加工人房，由于业主想主人房更加阔落，所以将睡房改为主人房嘅床。隔篱系套厕。原主人房的位置改为做衣帽间，直出位置是露台。露台望出的景观是屋苑的河景。239尺的天台方方正正。今天介绍的这个单位有没有想了解多些地方呢？如果随时联络我一下。